快滚出来！王妃，哦，王妃，王妃，你看，一心高，哦，一定喜欢我的爸爸婆，哦，你给他倒回。一心秀，麦克，好秀秀，你给他倒回。我的婆姐哦，你都没靠，你看婆姨，你怕一心啊？你个想要用卡搞我太对不？你要抱一心，手套开就会当抱啊，我着套卡。这方文飞，唔知要笑到什么时阵。你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唐大宇过了十年前都已经死了，赵云心也有车弄死了，盛唐开发也已经不是你了，你现在无亲无故，无人会了解你，像你这种已经无任何利用价值的人，大家什么都没顾，谁想要照顾你？好啊，啊无咱就一家伙，遐三个做一死。啊！麦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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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麦方文飞，你的心肝呢？这样恶毒啊！你要将人扯落去啦！是方文飞啦，伊讲害死人啊！小林，子林，子林是我的命车啦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伊，你放心啊，你放心。来，慢走，慢走，好。高文达，高文达，你顶下几时来？是你家扯落去的。是方文飞，好不好？高冠德，危险的管理所在，我想不起。头壳不清楚，这么真正常啊？迄阮一年哦，妈祖会出巡啊。遐不过我唔知影，啊原来连好高报也要紧哦。啊是讲你要来阮家，敢唔免先通知一声啊？亲门大户，啊即马搁住宿外的人咧哄抬你。哎，我借问一下哈，是都是安尼做，尊重人的礼会晓写袂？这间厝的产权本来属于达人集团的啊，我是总执行长，就算讲我想要住在这，随时都马上来，敢有需要用你这个外口口传来报告？嗯，啊，这间厝哦，是阮阿公，然后我跟阮妈住的。虽然讲这间厝过去产权是属于达人集团的，不过我阿公早就已经把这个厝过户给阮妈联合。是我在家己世界吼。十种啊，就是十种啊，就是无阮陈家的人，迄种定着，甲知影变巧。你要算到遐尔认真哦，会用的，给我两天的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。将这间厝的产权提到手，敢卖为止嘛？开始计时。你这好个无爱收乖乖呐！我看你根本就是女扮徐云泰。哎，唔对，哼，伊的女主无你亲呐。正常来讲哦，伊应该是讲
许英泰是男版的陈玛丽。喂，真好，现在就随通知所有单家的成员，还有达人集团重要的干部，爱因随时准备开接班大会。什么接班大会啊？算不知道你哪讲啊？一知影讲伊的小三啊，个因后生已经死在外口啊，啊，就昏倒送病院。听讲医生即卖来讲啦，讲恁阿公哦是头壳内底憋血筋啦，啊是毋是当度过危险期，也可毋知影咧。啊是讲达人集团是袂用个一工无人领导呢，我嘛是不得已，只好跳出来主持大局。阮阿公是你的兄哥呢，伊即卖有性命危险呢，你阁起来敢怎回应？要爱死，我是要靠啥啦？等伊往生哦，我要靠的机会也够真多的啦。反正不管恁阿公是救会转来，还是救袂转来，已经无适合去做达人集团的董事长。当然嘛是由我来接班啊。而且，我早都已经决定啊，要将你，还有恁妈妈这两只美谈哦，赶出阮陈家。欢喜欢喜，甲挡袂牢，当然嘛爱笑啊！原来外口对达人集团总执行长陈玛丽的耳朵都是假的。在我看起来，你只不过只是一个内斗高手。你是去和许英泰离婚，迄个情妇离婚伊对无？我听人讲哦，离婚了后，你就是让伊赶出去，唔那无摕到任何的权利，甚至连1500你都无摕到手呢。以你即卖处境，应该是人看人嫌，鬼看鬼惊，而且是有啥物资格批评我的家来事？我只是讲你尔，生理场有生理场的伦理。参像你这种无情无义、靠亲人变故才大权的人，表面上得到天下，啊，不过实际上你已经失去人性了。李坤义，你这破产的贵妇啊，竟然来这跟做人的道理啊！你想要为总执行长家得有什么好处是？卖想完了，总执行长哦，美丽个清明。不是这样好骗的。嗯，干妹，要不过我是认为，那有你出卖，应该是袂歹骗的。看他的方法，别拢会当我你打死去安尼。那呢，要骗阮这好姑婆，应该无困难啦。是讲哦，你的招数拢干迄几招尔啦，先是骗感情，然后骗色，啊，耍来就是骗钱。哦，骗到人安尼人财两失。要不过偷偷做你的宝贝啊，阮这好姑婆啊，寂寞过两年了呢，一直拢期待天降甘霖。若是你安尼手枕头小可交一下，一定让你爬到死死昏昏去，到时阵恐惊连阮陈家祖先，迄待伫迄梦内底陪葬你咯，我全部挖出来杀。哼哼。我抓到就是要创啥？我这么来管教我的事实，你有啥物资格安把我抓到？有资格受你笑的人，只有伊的父母。而且拄则你真清楚的未清带煞，你既然不承认，笑是胆大的人，你有啥物资格顶当伊？较无路用，跟女婿计较。啊，若无，我若像阮同乡同款，白血筋
啊，是要怎在董事长位？你叫我出来是要创啥？你不是找到我的查某囝？你先把玉夫抱出来，我就跟你讲，恁查某囝的下落。好了，我就相信你一摆，我会交代落去，我张玉夫搞不。也不过，你若是敢骗我，我绝对给张玉夫跪到鼻子嘛，起身一千倍，一万倍。